好端端骑车在路上，马路抽纸也抽平，路中央空空如也，没有行驶其他车辆。骑车下秒进左歪歪右兜兜，瞬间自摔炸喷，连人带车滑行出去，安全帽分离，一路跟着喷。高雄大寮区离奇喷飞，连远景调阅监视器也毛骨悚然，直呼难道是鬼月 ING 吗？骑士说刚去小溜车玩比较累，不过就算是疲劳驾驶，没撞车没路障，鬼自摔，鬼月时间点太敏感，还是让目击民众鸡皮疙瘩掉满地。但恐怖自摔还有者砰一声，骑士整个人腾空前滚翻，头下脚上惨喷一圈。别是这名重机骑士行经北安路变换车道，只顾着看右边，忘了顾前面，猛力追撞前车，倒栽葱翻滚落地。黑色轿车行经台74线，车身先是往左偏，接着90度往右暴冲，横跨3个线道，垂直撞向外侧护栏，巨大撞击，车体弹跳飞起，旋转一圈，连轮胎都炸喷，在路上狂滚，疑似是爆胎酿祸。目击民众吓到惊呼。记者李晴、黄玉兰综合报道。